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新加坡的美香。今天的世界，大自然不断地向我们预警，世界各国的政治动荡不安，病毒每天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当你想要发简讯的时候，最想发的就是你好吗？因此意识无限工作室和美香工作室联合制作了这个节目，向你发出一个简讯，你好吗？今天在第一集的节目当中，嘉珍和我想要谈一谈，当我们觉得需要对自己发你好吗，需要对别人发简讯你好吗，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个出口。嘉珍你好。哎，你好美香姐。你好吗？我好啊，我还不错。我们想要谈一谈哦，在你的生活当中，面对了需要问自己你好吗的时候，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找出什么样的一个出口？其实很多人都会问，不只是有疫情的时候，没有疫情的时候也要问你好吗。然后我生活其实一直还不错，但是总会有一些瑕疵，人生都会有很多烦恼。对，所以像我的烦恼就是因为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在婚姻上有一些麻烦。其实就问你好吗的时候，你会迟疑一下，一部分好，一部分有一点不好，大概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就想去解开那个不好的部分，让它更好一些。是的，如果都不好的话，也不需要太那个介意，因为你会有办法，因为人都会帮自己找到一个方法。对，每个人都会找一个方法。好像我朋友最近呢，他就是打通什么七个脉轮啊，然后上一些 Zoom 的课，然后有的时候呢在雨中跳舞。我说嘿，你们怎么各式的方法都有哈？对对。那你曾经去接触过哪些方法？我接触过很多嘞。其实静坐呀，像脉轮我也知道哪个没有打开，是吧？还有风水算命，我还算蛮准的。然后我风水我还跑去学，就是为了改变自己生活那一点不好嘛。所以就真的会做很多努力，因为你会觉得你人生哎都不错，那一点不好一定要做点什么吧。是，对吧？是。那像我也有些朋友呢，他就会去找各式各类的老师，有上过一些激励的课程，那么他们就会说，哎呀，那个针有效。可是呢，好像每个人打针的这个时效不一样哈，有些人可能几天啊，觉得自己好棒啊，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人，很开心跟自己相处。但是也有人呢，就是可能一个月以后他就又回到他原来的那种循环状态。在这种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寻找，那有些人就放弃了。对，那我也是没办法了，干脆就回到了原状。对吗？对。那嘉珍，在你什么状况底下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一种状态，你觉得你已经真正的把那个窗打开了，真正的能够持续的在生活当中关怀别人你好吗，而自己只要不断的调试就可以。对，其实我是觉得那些励志课程我也有上过，我们那个陈家宝老师会形容说那些课程是人生的兴奋剂，类固醇。因为你打上去就很兴奋，然后之后久了你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会有一点不舒服。怎么讲呢？比如说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觉得啊，我就去，但突然有一件不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嘛，人生一定会有不好的事情来。对，一来的时候你就开始怀疑，哎，是这样吗？我真的那么好吗？我之前会说我很好很棒，然后突然出现了一个事情，我就开始想，真的吗？我真的这么好吗？原来我参加这个课程我还会怀疑我自己不好，那我是不是上这个课又白上？那我是不是很笨？我又花了钱，我又做了努力，我又没有得到效果。慢慢你就更怀疑自己，所以它也有副作用哦，它会让你可能，因为你生活一定会经历那些不好，不是你说我很好就一切都是很好的，一定会有不好。是，所以当你不相信自己的那个好的时候，你很难得到那个真正的感觉。刚才我们提到这位陈家宝老师哦，可能有些朋友已经非常认识他，但是你有可能在我们今天你好吗的系列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这就是嘉珍改变的开始，不是说他有多么的悲惨的过去，而是说在他的人生，他找到了一种跟生活相处的方式，就是陈家宝老师带给他的，这也是他成立
无限工作室的原因，对吧？意识无限工作室，意识无限的工作室的一个原因，对不对？对，因为我想帮助更多人也能找到那个方法。因为我以前我尝试过，就是用各种方法，像刚刚您讲的风水啊、算命啊、改运啊、宗教，没有什么太多的效果。就是比如我跟我老公相处的时候是有问题啊，那问题就是宗教的就师父就会说他欠你的，你欠他的，然后你要怎么样还给他，你今生就做牛做马，不能抱怨的还给他啊。 OK， 可以，然后你做得到吗？不行，刚开始可能可以，可能马上可以，但是等到那个碰触到我的那个界限的时候，我就会马上跳起来，就说我忘记那个债了。那个债不是我的，然后所以我才会去接受一些各种各样的方式。后来我知道我找到了量子转念这个课程，嘉宝老师是帮到我人生，就是说他教的是一个技术，他的技术，所谓技术就是人人可以学的。因为我们做冥想做很多事，有人会说你要有天分，就是说你打不打得开这个脉轮是你的天分。对，有甚至有些人啊，这个修行啊，还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到底我的想象力够不够啊，甚至有些人说啊，这空那空啊，人生最后都空。可是你明明摸着你的手，碰着你的头，你都觉得根本不空，那你要怎么样空？就有些人说啊，我要有慧根啊。对，但是这个陈嘉宝老师所创建的这个量子转念技术，你听到了哈，那是一个技术。那既然是技术活呢，就是人人只要努力一点，时时刻刻的记得它，就会产生你生活当中的一些转变状态。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最让吸引我的就是这个，就是像游泳、开车，只要你努力的去学，努力的练习，你运用在你的生活中，慢慢的习惯，你就会让自己办得越来越好。这个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很深的慧根或门槛很高，就是你生活中有烦恼，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技术去解决。那我觉得就是会给人很多希望。是，那所谓这个量子转念啊，如果以你的经历来讲，以你的生活经历来讲，你觉得用什么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什么叫做量子转念？就是首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先想到转念，就是人生其实需要转念。比如说我们认定这个人不好，这个人做什么都不好，有很多故事嘛，比如怀疑人家偷了你的斧子的那个故事， 对吧？他偷了，永远觉得他偷了，怎么看他都像个小偷。对，然后就这种故事很多。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念头转了，我们才能跟这个人好好相处。那比如我对我老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看法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相处啊，因为他做什么我都觉得是这个问题啊，而且你会觉得那个不是你要的。对，然后真的就是会有很多人都有，而且这种念哦是你经历过根深蒂固的想法。比如说你会有一个想法说，比如说了，有创伤，有些人被渣男抛弃过，他可能就觉得每个男人都是坏的，那他还怎么去过以后的人生？是，他对某种人有偏见，他对某件事有偏见，他对某种行为，只要这个人哪怕做一个什么行为他就有偏见，他怎么样去完成他生活中跟每个人的接触呢？很难。对，而且那个我有感受，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一种念头的时候啊，念念串起来，它就会形成一种完全逃脱不掉的命运。因为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本比较属于哲学性的书，他讲过了，他说如果你相信什么，什么就会发生。对，这就是其实量子力学已经发明了，就是说已经发现说我们的念头会影响我们周围的频率，就是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到什么，就会得到什么。那所以我们就要去探索到底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他相信的是什么，他感觉就好像我们在聊一个内容，就是说潜意识嘛。那就像我们开车突然刹车，是你不会经过大脑想的，你不会说我要刹车，你不会想，但是你会刹车。那如果你针对的这个问题是钱呢，是感情呢，是人际关系呢，或者是爱呢，你都会刹车，可是你脑子里没有想到你要刹车了。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时刻真的是很好的时刻，问自己你好吗，问你身边的人你好吗。那么在这个问的过程当中哈，意识无限工作室呢就请到了陈嘉宝老师，通过一种在云的技术来问候你啊，问你好吗。所以那个日期是几号呢？是8月29和8月30两天的那个线上课程。因为老师以前都会来新加坡，现在是
疫情期间来不了了，所以我们就改成线上课程，去做一个线上的尝试。哎，我不晓得为什么，当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会有一种觉得说，是人生一种你好吗的相遇，而不是一种课程的介绍。这在我身上，我是很少有这种感觉的。可能是因为我跟家宝老师聊天聊过五六次了哈，所以我有一种很深刻的感觉，就是说我现在坐这个镜头面前，我会觉得我只是要告诉你说，哎，一起来检查一下我们好吗？然后家宝老师将出现在镜头上面，通过他的量子转念指导技术来帮你一起看看你好吗？而且如果有这次的机缘了以后呢，你会常常自我去推断自己是不是你好吗？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吗，我有一种经验哦，就是有的时候别人发说美香好久不见你好吗，然后我对着那个简讯哦，我不夸张我相信你有过，你不知道怎么回，对，你要说我很好好像又不是，你说我真的很不好吗，也不是也不是，然后我就回不了你的简讯，我不知道我自己好还是不好。那生活里面可能我今天上一秒快乐，下一秒我又不快乐，然后这个人好久不见我很想拥抱他，可是相处没一个小时又想吵架，对，这个是这个绝对有的，对吗？对，好像我以前跟我妹妹两个人，对，前面三天好得不得了啊，你看到促膝夜谈哦，可以讲到天亮都觉得话不够，因为我们一个在这个国家一个在那个国家，可是不要超过三天，对，一到三天一定吵架。我妈妈就说你们两个是怎样啊，而且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母亲要离世的时候她已经是弥留的阶段了，她最担心的就说不要再吵架了。我没有听懂，我妹妹说，我说妈妈讲什么，她说妈妈说叫我们俩不要再吵架了。其实我真的很深刻的感觉，如果我妈妈发一个简讯问我们说你们两个还好吗，你说三天内还好。全球的观众朋友你好，我是新加坡的美香，您正在看的节目是艺术无限工作室和美香工作室联合制作的你好吗。家珍你说哈，如果我当时认识家宝老师，像这种我妈说哎，你们三天以后不要吵架，他会对我做什么？那个量子会怎么样来帮助我？其实好多人都有哎，比如说我们有啊，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回去跟他妈妈，只要一回家跟他妈就吵架，然后跟老公。那我们时候就会想说我们八字不合，对，然后说是上辈子孽缘，然后但是又很想爱呀、啊，很想回家去爱他妈妈、啊。我真的很爱我妹。对，每个人都会，但你就会陷入一种又想爱，哎，又算了，不要接触，因为我会有情绪。那其实像家宝老师的课程就会告诉你说，吵架的时候我们找到我们情绪的出发点，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情绪，这个情绪一定是根据你某种信念，因为你没有这种信念的时候你不会有情绪，比如你从来没接触过的时候你不会有情绪，但可能你们在某些点有一种偏执的信念，让两个人会有一种对吵的模式。我没有接触过您这种啊，但是我有一个同学是这样的，她是什么，她老公只要一问候她，她就生气，就说哎你累吗，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她就生气。后来那天家宝老师有帮她做引导的时候就说，这句话让你想起谁，她说我想起我妈，她说你妈怎么了，我妈在我上学的时候就会问你去干嘛了啊，你做什么了，你做这件事是好是坏，你是不是，她的那个压抑的她那个感觉就是当你询问我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是对我的一种否定，后面肯定是批判，后面肯定是唠叨，后面肯定是不赞同，所以当她老公同样一个人说这句话的时候，哇，然后她就整个就火气来了，她就不会给好脸嘛。其实她老公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询问，哎，你今天做什么了？啊，你管我做什么？然后这个夫妻关系就在这里吵起来了。是，那这一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们一直等待着家宝老师来到新加坡，因为我也好想跟他当面的请教一些事情。可是这次呢，我们通过了这个云端的技术，跟家宝老师见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提醒所有在看节目的朋友，在看你好吗的朋友。你知道吗，企业里面看起来是硬绷绷的，但是它里面所存在的一些律动一些问题都是属于软绵绵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们大家面对的经济这么大的困境，你是一个企业家，无论男女，无论大小，你的企业现在走到了什么阶段，都可以用量子转念技术一起来检查一下，说不定可以给你的企业带来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软绵绵的运作，而得到了这个非常好的结构性的发展，你说是吗？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企业硬邦邦，企业里的人都是软绵绵的，企业里的每个人都会有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特别是老板。是，就是像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但是我们到底是一种恐惧的心态在变化，还是以一种哇，终于有机会让我变化的机会去想？那这个想法其实会创造你吸引来的东西。比如，如果我恐惧变化，我的变化一定是安全性质很高，是，然后很保守，没作为之类的。但如果我们改成了一个比较喜悦的方式去应对变化，我们可能得到的答案就是很多的创新，我们可以放手年轻人去做，对吧？不然我们恐惧的心就是你不要乱跑啊，你不要乱动啊，你要小心会跌倒哦。但如果我们学，哇，你看这个宝宝他现在在走了，他在，我们的心态和行为是不一样的。所以做企业也好，做任何东西也好，像转念这个东西是决定了你怎么样看。其实这番话我们就是想要问你，你好吗？这次的难得的机会，一起来看看自己好不好，你好吗？记得了，参加我们这次由意识无限工作室所主办的陈家宝老师线上的帮你一起来检查你好吗？一定要记得跟我们在一起。我是美香，我是家珍，我们下一期你好吗？再见。